今日雷霆猛男亚洲区选拔赛正式开始，我是今日大会的司仪 P-Chan。 Hello 大家好，大家刚刚就看到咁引人入胜的宣传短片，就是由澳洲直送到香港，他们是 Australia's Thunder from Down Under。咁佢哋咧喺澳洲咧係最 hot 嘅表演團體嚟㗎，喺拉斯維加斯咧已經有超過700,000人咧去欣賞過佢哋嘅演出㗎啦。咁啊，佢哋仲被邀請到咧去好多唔同嘅電視節目度表演啦，更加咧獲選為 AOL 城市指南最佳成人景點，同埋拉斯維加斯評論雜誌嘅最佳男表演團體啊，好犀利咧！咁啊，喺4月3日呢一隊澳洲性感猛男咧就會嚟到香港。为大家表演雷霆猛男 show 嘅，咁系呢对澳洲雷霆猛男嚟到香港之前咧，咁我凭咗呢一个雷霆猛男亚洲区选拔赛为大家热一热身先，正唔正啊？哦，相信一阵间咧有8位嘅猛男咧，佢哋就会同我哋之前浑身解数争夺3大嘅奖项，包括网上我最喜爱自撇猛男、最受现场观众欢迎猛男。當然唔少得我哋嘅全場總冠軍啦，咁啊，我哋嘅評判陣容都有份禮物，等我介紹一下先。咁啊，今日非常之榮幸，我哋邀請到世界級拳王杜恆林先生、世界健美小姐鄭麗莎小姐、影視紅人林子善先生、香港健美先生陳浩然先生為我哋擔任評判嘅。咁有請我哋今日雷霆猛男亞洲區選拔賽1至8號嘅參賽者亮亮相先。好，等我介紹我哋先。佢哋分別係1號嘅 Carwing， 2號嘅阿 Sam， 哇有 fans 啊！3號嘅 Chris， 4號嘅 Eric， 5號嘅 Mike。6號 Damon 同埋7號嘅 Woo， 仲有8號嘅 CL， 可唔可以俾熱烈嘅掌聲歡迎我哋一班嘅猛男啊！好啦，咁啊出咗嚟咯，梗係要請佢哋，哇！咪大聲啲啊，要請佢哋陸續介紹下自己先啊，交個台俾你哋啦。有請1號，大家好，我個名叫 Carwing， 咁我係一個學生啦，大家睇唔睇得出嚟啊？咁我好中意做 gym 啦，但都好中意讀書嘅，多謝大家。好，唔該曬。你好，2號。大家好，我叫阿 Sam， 今年25歲，我係一位健身教練，我平時咧好中意做 gym 嘅。好，唔該曬你阿 Sam。好，3號，大家都中意做 gym， 我都知道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Chris， 咁我自己本身都係一位 trainer 嚟嘅。系啦，我平時都中意做 gym 同打泰拳，咁我覺得自己最吸引人嘅地方係我自己排腹。哇！搞到我好想摸下佢添，係忍住手，跟住。Hello， 你好，我叫 Eric 啦，咁啊，我亦都係一名健身教練嚟嘅。咁其實你大家見我打大嚿，其實我亦都有我成嘅一面啦。咁我除咗中意做 gym 啊，做好多運動之外咧，我自己都中意可能睇下戲啊，睇下書咁樣。咁我今日我會用我最猛嘅、最威猛嘅一面表現俾大家睇。最猛嚇一嚇親我啊，大佬！好，跟住。大家好，我係5號嘅阿咪，咁我哋 FFG 嘅，亦都係一健身教練。咁我會用我係一個好動嘅宅男嚟形容自己嘅，但我今日會用我活力嘅一面俾大家睇，多謝。大家好，我係6號 Damon， 咁我都係嚟自 FFG 嘅健身教練嚟嘅。咁除咗健身之外咧，我自己都好中意踢波同埋睇戲嘅。咁希望一陣間大家會中意我表演，同埋大家會支持我啦，多謝大家。好。大家好，我叫 Wolf， 咁我平時都係中意健身啊、睇下書啊、打打拳咁啦，多謝大家。好。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我係8號嘅 CL， 咁啊，平時我啊中意做下 gym 啦，咁啊，我都有少少動力啦。哇！露咁少都要露多啲。好啦，唔該曬8位嘅猛男啊，同大家見一見面啊，即係 show 一 show 啲 quality 俾你睇先啊。咁啊，有請咁多位咧翻入去後台，咁啊，準備比賽下一個精彩嘅環節啦。一陣個環節咧，仲更加犀利。前日嚟到香港嘅。
哈哈哈哈